好，那我们继续哦。那接着你说你要抽的是什么东西？头饰是不是？头饰的话是哇哇2000瓦币头饰，你要抽的是二洞眼跟二洞嘴，打炼狱给帽子哦哦，你把它分解掉了，哦，你把它分解掉了，哇靠，运气挺好的哎，真的，好啦，我你确定要给我抽吗？我已经抽了几百次，到现在我的账号，我连血袋我自己抽到的东西都没抽过，我已经不知道抽了几百次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我连血袋我都没抽过，对我，好啦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求你了求你了，该爽一下了吧？就算是别人的账号也行啊，对啊，哪那么夸张？还好当初我这个都反正就是随缘，哎、欸，真的是随缘。再吃一个蒸蛋，啊，吃两个，吃两个，嗯，来哦，来对二洞的头饰，对二洞的头饰，我们要抽的是瓦币，流量啦，血袋或是被雷劫面具，我都严重怀疑这两个东西啊，它的几率特别低，因为硬要讲的话，我这全部都抽到过、欸，哎。我王冠抽过，黄金帽抽过，月月猫抽过，雷抽过，海船长魔术，黑暗光环，囚笼之翼，我就是没中过这两个、欸，我觉得这两个几率有点鬼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，二洞头那就两次吧。好，走喽。看过别人抽过、啊，我已经全抽完了，就是没抽到那个东西。我想哭，很哭。三、二、一，走呗！我看了这个多少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东西，我记得是我第一次抽到二洞头的时候，就是抽到这个。对对对，我已经不知道抽了几百次的二洞头了。我看，那、啊、这个分解的话是1000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个你应该你要分吗？还是说再忍？分解是1000。啊，分解是1000，分解是1000，有就继续分啊，分是不是？可是也还不够买就对了啦。好，反正我有投，好，那我就帮你按掉喽。来，你再说一个分，我就帮你按掉，结束今天。我等一下把大家导到下一台。OK OK， 分分，我都严重怀疑那里面是不是没有那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么久嘞，这么多年嘞。我抽了不知道几次了，到现在都没有。那里面真的有二洞头吗？真的有吗？